第二届追捕望者呢，我们就忘了讲那么多啊。这个作为同学来说，我们并不讲很多内容啊，也没有很高的要求。作为一些常识性的啊，知道，特别是见到了这种病人表现的时候，你知道是这个脱肛啊，什么硬挺啊，痈啊、疽啊，什么这些情况要。学生能够知道一些常识啊，第三节是忘排除物，忘排除物，排除物里面实际上又分为，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种，最常见的有昏闭物，昏闭物是讲的器官孔窍里面正常的一些遗体，昏闭物啊是一种本来是正常的，应当起一种余韵作用的，眼睛里面有眼泪。鼻子里面正常，虽然不流鼻涕，但是鼻子里面也还是有一些分泌物，口腔里面有唾液啊，阴道里面也应该有，正常的应该有带下，这样的是分泌物，分泌物。那么排泄物是讲的大小便和月经应该排泄出来的不是起个正常的保护作用，这些物体啊，这些物质啊到时候应该排泄到。第三种情况是病理产物，包括痰涎和呕吐物，正常人也不应该吐痰，也不应该出现呕吐的物质大小便月经正常人都必不可少的，是吧都应当出现大小便和月经，病理产物痰涎和呕吐物是不应当有的，分泌物是还有其保护作用的这个总的观察是要观察它的形舌质量，形舌质量当然就没有什么望神了，是不是神舌形态那主要是看它的质啊量结合，质和量不完全是个望诊的问题了，是不是总的区分是凡是舌白之稀没有臭的无臭气的，舌白之稀的属于虚症寒症阴症，舌黄之稠有臭气的说明属于实症热症阳症，总的分八纲啊楼纲来区分一下这种排虚物也好，昏闭物也好病理产物也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总的一个区分。第一个望痰，痰根据痰的舌和质的情况有几种痰痰稀舌白一般属于寒痰痰黄之稠甚至一块一块的那属于热痰，痰少而黏很难卡出来，痰少好像在喉咙气管里面就卡不出来，有痰就卡不出来，难卡，那属于潮痰，干燥，痰不多，痰白量多一卡的属于湿痰，一卡它出来了，就出来了，量又多，颜色是白的属于湿痰，所以这又分为寒热潮湿，痰根据痰的颜色或质，如果痰中带血当然是会物啊气管啊这些地方有出血的现象了出血的现象最常见于回脑这个回癌回挪张支气管扩张支气管扩张这个回挪张这个病还不一定承认国标里面是有这个病回挪张支气管扩张这就是当时的医政司长陈世奎拍的板支气管他说这个支气管扩张容易出血，支气管扩张既不能称为咳嗽，也不能叫做卡痰，也不能说支气管扩张叫做卡血，那么这种病叫什么呢？它是一种多内的疾病没有中医历史上没有那么一个很恰当的名称，没有那么很恰当的名称陈世奎市长就问这个支气管中医叫什么，他中医说应该还是叫回挪回挪
西医叫做支气管扩张，那我们中医叫做回罗章吧，就来了，就叫那个回罗章，一碗定下来了。但后来大家觉得这名字还不太确切，古代没有这名字，还在琢磨。一个是龙穴潭，气味腥臭，但是回痈，有龙肯定就有痈，这个是回里面，这个痈不长在体表，所以叫做回上面叫回痈。它有痰，里面又有脓有血，这是妄痰。妄滴妄鼻涕，鼻涕主要是看它的兴起的还是长期的，鼻涕是清晰的还是浊的。心感鼻舌流清的是外感风寒。我们经常有时候还没有全身，也不感到发热无寒，也不感到头痛身痛，就是打喷嚏流清鼻涕，受寒以后天气冷一点就有点，那实际上是风寒比较轻的一种表现，还是风寒表症。所以鼻舌喷嚏流清涕兴起的都是风寒表症的一种表现。这是全身症状不明显，这还只反映在鼻子上。如果是鼻流浊涕兴起的，浊涕就是外感烘热，鼻涕比较浓一点，不是很清晰的，清晰这么流出来，鼻流浊涕，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啊，不是很常见啊。烘寒流清涕特别常见。如果正化性的清涕量多于局，伴有喷涕频作，这个病叫鼻臼。过敏性的鼻炎，西医叫做突然之间鼻混涕流啊，这个鼻涕真的是流一滩的鼻涕，流很多鼻涕，突发性的，这是风寒，属于回味，属于回味啊，就是实际上就是风寒吸进去到鼻子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风寒犯了鼻，引起鼻涕这种过敏性的反应，这个地方大量的分泌物，鼻子渗出很多的液体来，这叫鼻臼，这是一个病啊，鼻臼是一个病。风寒呐、风热呐都是症。如果长期的流浊涕量多，流出来的鼻涕有腥臭，比较稠，那是鼻渊，鼻渊呢，西医讲的鼻窦炎，鼻窦颞窦里面很深。那地方流出来，为什么会腥臭稠？那就说明有湿热，湿热痰浊湿热。好，第三个是妄涎，这个涎和夺怎么区别？涎是流，应该说是比较稠一点，涎和夺都是我们俗话说口水啊，都是口腔的分泌物。那么怎么区分涎和夺呢？涎，我们根据这个成语上面讲，垂涎三尺，它是可以吊着的，是吧？应该说只比较稠，没有说垂驼三尺吧？只有驼星四箭，那飞起来，飞得起来。因此，这个能够见四箭或这个垂涎，从这两个成语上面看，涎应该比较稠一点，浓一点，浓一点。那么认为，中医认为啊，涎是脾之一，它具有运化口腔、促进消化、帮助进食这样的作用。应该我们口腔的夺医，西医叫做夺医，那么中医应该说是涎医，应该是涎里面的夺医淀粉酶啊什么这些帮助消化的物质，应该是涎比较浓厚的这种分泌物。口腔的这种分泌物比较稠啊，比较稠。如果涎很多，特别是小孩子，经常口流涎，是吧？不是要用一个敷兜吧，敷在这个地方脖子下面，涎多，涎很多的时候是脾胃虚寒，不能够控制。当然，这个涎就不一定很稠了，是吧？可能就稀一点了。如果食流粘稠的涎。这个稠涎比较稠一点，但是稠到多少程度，是怎么样用手去试一试看是粘还是稀，
反正这个印象里面就比较犀利，牛很多的那是虚寒，牛的稠一点少一点那是实热，实热。水中牛涎有几种情况，有人认为是微热，有人认为是熟食，也有人认为是痰热。反正水中牛涎，有的睡着了，哎，不知道一醒来，哎呀，这个枕头上面呢，枕巾上面都湿了一片，牛涎了，哎，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恐怕也还得结合传世。你看，一般来说认为是微热啊、熟食啊这些原因所导致的，啊，小儿口交牛涎，甚至把这个下巴这个地方、下颌这个地方啊，都溃烂了。都有点糜烂的这种情况叫做滞遗，滞遗啊，停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遗，损害了，长期的摩擦，口水在这个地方，糜烂，这叫滞遗，滞遗眼睛癌是由于皮部射精，寒或热嘛，要么就胃中有热，胃中有虫，要么是脾胃虚寒，总是和脾胃的关系密切。至于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结合传身来看。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有的水中流涎的，有小孩子特别流涎的，是不是？有的病中口里面流出来的比较多的这种涎沫的，这都是种病态。具体原因要结合传身的表现来进行辨证。第四个是汪驼，刚才讲驼和涎的区别，驼应该比较清晰一点。我们有的人讲话做报告，这个驼星事件呢、讲得口沫红灰啊，到处在讲得很激动啊，是吧？那个驼应该说比较清晰一点，就是一般的口水里面可能就没有含很多的这个什么消化的酶啊这些东西啊，可能就含得少一些，这是驼。口腔混出的一种泡沫状的一种黏液，这个驼认为是与神有关或为有关，这是这么认为啊。五行配受把这个内呀、涎呐、提呀、汗呐、驼啊，把它配受于驼，配受于神，涎配受于脾，涎和消化的功能关系密切大。石头琢磨驼磨，石头这种不是痰，不是流出来的。这个好像口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泡泡，很多的这种物质要经常要吐，怎么吐一下吐出来又不是痰，也不是吐了很多的饮，吐出来的饮就是这种清晰的少量的这种薄膜，那什么问题呢？胃阳虚或者是脾阳虚。也多坨就是口里面喊到很经常很多多膜，很多多膜不一定吐出来，多坨，也可能熟食湿邪，具体原因啊，不要积极的去提啊。我看也不一定就是熟食湿邪，反正这也是种不正常的现象。时常有的人喜欢这么吐，噗吐这么一点，又不是吐的痰，也不是吐的吐出来饮，不是水，就是这种清晰的泡沫状的，一点点不很多，这就是浊汪浊。第五个是汪呕吐物。如果呕吐物呕出来的东西清晰没有臭味的，清晰没有臭味，当然属于寒阳虚。它是从胃里面呕出来的，因为因此病位一般是在认为在胃。呕到很多的清晰的水呀、没有这个臭味呀，不是呕的食物啊，不是呕的食物，呕了很多的清晰的水呀、痰涎。这里出来的，因为是胃寒、胃阳虚、水饮侵于胃这些原因。呕吐出来的物质围着有酸臭味，那是胃热或者是伤食，那个食物没有消化，呕出来一个好大的一个酸馊味，伤食。没有很多食物，只是呕出来的这些水呀、这些痰涎呢，有一股酸臭气，那当然就是胃热。如果还加有食物有酸臭，那多半是伤食。吐黄绿色的苦水，
呕吐出来的血啊，呕得很厉害啊，呕得出来都是把胆子呕出来了，才出苦水嘛，黄绿色的苦水，就有胆汁了，因此是肝胆郁热或者是肝胆湿热，哎，那就到了肝胆了，吐的黄绿色的苦水，那就是到了肝胆了，呕吐血呕出来，血一呕出来，啊，呕出来的血。要和那个卡出来的血要相区别啊，卡血和呕血，嗯，呕出来的血我们是说从回来的，卡血、咳血是从回来的。回来的血它里面有很多酵母，呕出来的血它里面加有食物，经常加有一些食物，嗯，卡出来的血一般比较鲜红。呕出来的血一般比较灰暗，哎，它到胃里面出了很多血以后，在胃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呕出来，颜色稍微变暗一些，所以是胃啊、食管呐、啊、这些地方的出血，哎，如果这个血经过大便排泄出去，不是呕出来，就变成那种血是什么血啊？就变成大便里面的远血，便血里面的远血。大便和血液粘稠在一起，或者大便变成白油状，是吧？嗯，这是往呕吐物。第六个往大便，往大便。嗯，大便如果是吸血一样的，吸血，嗯，没有臭气，吸血一样的啊，你全身也没有发热。那多半是外感寒湿，受于寒，受于湿，受于生冷，伤了脾胃，脾阳不重，才出现清晰冷的，没有臭，病人不发热，口不渴，大便又清晰的，嗯，如果黄河与米而臭，米什么小米煮的粥，糜烂，哎，带黄黄色那个小米啊，熟啊，熟煮的那个带黄色，是吧？黄褐色或者是很臭，那是湿热。取湿，反正是属于湿，有热有湿在一起，损伤了肠胃，主要是在肠子了，是不是？大便在肠子了。嗯，假有黏液或脓血，显然痢疾最常见。大便脓血，痢疾厚重，这是痢疾的一个很常见的两个表现。除了痢疾以外，肠子的癌、直肠癌呀、啊、这些地方啊，它也可以出现有脓血、有黏液，啊，也可以出现肠子坏死了、血球坏死了、肠黏膜坏死了，它可以出现有脓血。舌白如陶土。做碗的那个土啊，我们吃饭的这个碗啊，陶瓷啊，带白色，黄少了，没什么黄，嗯，那个碗的黄色的碗都是加釉加上去的，本身这个土应该是带一种白色，比较白的啊，和石膏差不多那样一种那个，那里面就是大便不黄。应该我们的大便应该是带有点黄、蓝这么一种颜色，那么现在它一点都不黄了，变成白色的了，说明胆汁没有经过胆呐、啊，肝胆收血胆汁，肝胆没有把胆汁收血到肠胃里面来，什么呢？遗留淤血了，遗留了。肝胆的胆汁应该收泄到肠胃里面的，它没有走到肠胃里面的，而跑到血液里面去，因此很可能全身是黄疸，大便色白，大便色白。如果大便潮结，一干燥得很严重的时候，解不出来，最严重的时候就甚至像羊屎一样的，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应该说人落的大便呢，很干燥的时候也不会像马粪球那么大，所以干燥了以后就变成了像羊屎一样一口一口，
很难排出来，多半是热神伤津，阴血不足，凡是水分少了，水分少了所导致的啊，热神伤津。停留的时间过久了，大便排的时间延长，所以水分都在大肠里面吸收掉了，大便很干燥，多半是阴血阴液不足。望小便，如果小便清长，一般是虚寒症，虚寒症，这是一般的情况。但如果这个人喝水喝得很多，习惯性的饮水很多，或者那种消渴的病人，消渴的病人喝水喝得很多，那么他小便想，反正喝水喝得很多，喝了以后他没有经过汗排泄出来，就必然从小便排泄出来，喝水喝得多，水分排得多，小便自然就清了，就长，一般的情况下是虚寒。刚才讲到习惯性的，那就不一定有虚寒了，那个消渴病人也不一定是虚寒了，要看他全身是不是有虚寒。一般来说，相对小便清长是虚寒，小便胆黄是实热，实热可以，小便胆黄阴虚也是可以的，阴液不足小便也会黄，气候干燥也可以小便黄，喝水喝得太少了小便黄，肾功能不好了，肾阳虚了，气化不利，不能够分泌小便，小便不能够分清，既不能分清又不能憋浊，小便排不出来，小便很少也会黄。但是我们常见的是实热或者是阴虚，这是最常见的，除了实热阴虚还可以其他的原因。如果尿里面有砂石，砂或者是石头，大一点是石头叫石尿石，小的是尿的砂，有砂磷石磷，这叫做淋病，就是泌尿系有结石，这个病叫做淋病，石磷属于淋病里面的一种，叫做石磷。石磷往小便，如果小便里有血瘀，那是膀胱或者尿道的血络受到损伤，因此属于膀胱实热或者阴虚火旺，这是讲局部的，可以因为膀胱尿道引起来，但是全身有病的时候也可以出现小便出血。全身有病，温毒热邪，温热滋盛，婆血旺行，损伤膜络，可以出现斑疹，是吧？阳斑，那它可不可以损伤到小膀胱的血络？同样也可以损伤到，那么如果出现，这就是尿血，如果损伤到肠子的血络，那就出现了便血，都有可能的啊，可能的。因此，全身的病变也可以导致尿血，不一定是泌尿系统，不一定是膀胱、尿道这个地方的问题。好，小便浑浊，小便浑浊，小便浑浊，甚至像雨汗水，我们正常的人小便是澄清的，是清的，放久了以后尿的下面如果过成那个尿桶，放上一桶尿，当然下面会有一些沉淀，有些浑浊，正常的小便是清的。那但是有的人小便浑浊，甚至于米汗水，甚至有的或油一样的，或脂膏一样的一种乏力的感觉，那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脾肾的亏虚，神气不固，脾气不能摄精，那个浑浊的脂膏样的东西应该说是我们正常的营养物质，是应该正常需要的，没有及时的吸收掉，随着小便排出来了，或者是实热下居，实热之邪影响到小便神气的气化，影响到小便的排泄，所以这个地方有湿热之邪，也可以出现小便的浑浊，这是最常见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啊，这个第三节啊，就是问这样一些内容啊，问这些内容，我们也可以出一些呼吸题，是吧？望排泄物主要望它的什么？我们说望形、色、质、量。主要是望这个吧，通过形色质量来
判断，判断他舌白直稀，没有臭味的，熟虚受寒受阴症，舌黄其臭之稠的，熟热受阳受湿，判断这个病情主要方法。怎么样根据痰液来判断病情的病邪的性质，那是分寒痰、热痰、湿痰、潮痰，哎，这四种你怎么区分？它寒痰应该是种什么表现？热痰应该痰是什么表现？虚寒症或湿热症的大小便各可以见到哪些异常？虚寒症可以出现一些小便什么样的改变？大便可以出现一些什么表现？湿热症大便可以出现什么表现？小便可以出现什么表现？最常见的什么小便清长啊、小便胆黄啊、大便斜斜、大便迷结啊、大便干燥还是大便清晰啊，从这些方面来区分。今天的课讲到这儿，休息。